寒心，冬相求，劝千吨一关娘，上春时候烟花树殿瞻仰柔，思高何曾晓得周安何知。我共言无自45岁立相远扬，至今整整25年矣。哎呀爷的呀，不山兄来了，哎呀啊，富山兄来了，顶礼爷的呀！啊，富兄，事高千丈，一路归根，我该回去了。这是天和地道。我那娘亲在还我，路都遥远。我那真哥在还我，爷的。这老神仙遍体操我那些生死之交金兰同道都在故乡帐中唤着母里先生这一返乡秀生父妹上马不老此根马背之上我心醉半身，今日若是上不了马，还是什么缘由，还打我什么归乡，待我与马扬鞭你看。哎呦哎呦可是啊，先生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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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不要紧了，哎呦，苦孩子，苦孩子，哎呦，苦顶礼姐
Thank you.
了紫水晶，爱风色天上昂，归去来爱，一夜窗亮。香儿回来了，回来了呀！香儿回来了，香儿哪里？母亲在哪里？喜羊儿哪里？母亲在哪里？不满意月，怎么母亲你已经瘦成这般模样？阿珍哥，想必是你早晚携带侍奉不周，都是妾身之过。不要错怪媳妇，是老身牵肠挂肚，无心饮食，强儿暂时过世。速速将来，这个兵戎残敌，恐惊了母亲。为娘死且不惧，还怕兵戎么？我来问你，天子怎样？天子，启禀，来势汹汹，那红光帝。不顾社稷，竟弃城而去，逃之无后，又被叛将劫持，陷于地牢，押返金陵。知道洪光帝怎样？他便怎样？他头蒙紫苏袍，身着蓝布袍，以幽山压面，日神不幸，家道官职在这花头里，正将出马。好。马得好，金轮县苏州怎样？儿在苏州屯聚巨粮，招募一兵男子兼战，哦，女子兼军，怎奈本兵势大，火炮汹涌，无备路。力同心，发奋守城，情感必须，誓死不降。好，姜丫丫走之。宣飞飞归官，是忠良。
儿啊，城内你本家兄弟孤转孤身安危怎样？是的，无的，他怎么样？他们双双的身中不义，手持利刃，登楼高呼越地自杀，都怎么样？都一身血光。口热粥，你死的骨钻赢得么？这，你无的骨身赢得么？这，苏州数万此难之中，他们可赢得么？也罢。母亲不依不舍，孩儿也不舍了。老爷不依不舍，妾身也不舍了。你，你不是，你也不是。难道将我孤门忠义之家绝门绝后不成？周来，拿粥。母亲换粥了，母亲换粥了，热粥
在此。想当年，我儿有时染病天花，高热不退，为娘便是这般，一口一口要受你医。来来来，待为娘为儿。之不存，何以为家？母儿三因无望可恩，不恩不敢当。好，好，好，儿啊，为娘言语，儿要牢记在心。是是是，让真姑。崔仙，好好好好，真公，你知的好，真王老爷，
这般夫妻恩爱才好，像我粗贫孤家，夫婿早亡，我为家守节，亲事公婆，后国际将儿教养成人，悲欢离合，渐渐亲离。如今老身年过鲁迅，只愿一死将儿。母亲，将儿，你们则是春秋正盛，来日方长，为娘厚面谢心。母亲，婆婆，你不要擅自。母亲，
孩儿记下了，将场去啊也。老爷，夫人，家中之事全掌你了，厂子里去就真的留于孤灯照亮子。
上，是叫上背地，落朝而下，可是无数。哎，阔叹，地陷过去，苍山深追，千年文脉，只做了断地残碑。哎呀，痛哉！但不悲，你多情会被风碎。愁云堆，爱在林中，是淡水，痛在莫说温馨脆，八分恩待爱我。九州方圆，那天之涯，海之角，山之巅，还有那数不尽的青砖汉瓦、唐碑宋刻，等着你去，不去失意，岂好方程？我走，我走，走走走啊！四四方方也可以搞，往后想想是累的，他后生为你算一句，一句高下真用王。那李威那杭州月一个小小个来的，进来人来送忙忙的四家三天。哎，这位上头也数百名士哦，你说张玲珑就只是一批读书人，那四岁国事越棒当真。六十个六十，吓
水个血水。阿弥陀佛。哈谢哈谢，都让俺这里这帮文人苦心狱中察官。切，那个秃驴来搞啥个奶妈，吹啥个热闹啊？不要小看帅家一回无文弄风。地彷徨，上空堂去龙子杀凤凰。俺爹送这个红果，走啊！地心日红果，落一霜落地心湿。切！那个姓鬼子，那个姓何文，足足鬼人呐！杀得一子，嘿嘿。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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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雨淋，此生顺心。好一次玉女挂铃七段枝，云何这地村长去命你是文秀文言之卷心恨真不追随至极啊呀你仁兄，我欲持命列命命心死党领退，当初凶险此事用杀又零心虽算不曾挂名，怎么也压舍于众？今这个副官金为不是你普下公受此啊回头那相公为是收藏高王的书信呢，人人杀人人得人人走人人语，需要他进来结的婚。那当权的言道也这顿的天上顶的时候共安犯来呀，将他拿来被杀。你仁兄是小弟害杀你也。得嘞得嘞得。哎，这是恭喜张公子升天阁。
恭喜阿公，哎呀，恭喜你哟！啊，杀身之祸也要将可先挨后得到。对对对，娘开的，那那那那娘开的，哼。都想讲，你口语一个得清的阿萨名家子女文，倒是有的。是甚至杀了你个对方上友，那也不假。估计后领与谁子，估计西地亚更是一个斗红人呐。那又如何？有。快等你给个汉阿桑这上下当地为你比喻，是天下同民之神都潘相公心中担当的名人，哎，像是张宁人、李宁人、赵国宁人，除非是你狗八宁神，哎，是拿错了，哎，拿错在，拿错在。狗相公，为甚有方在？恭喜国修，恭喜国修，多亏隋汉林齐民向天下同名之神都小弟送谁之宁人。不，那宁人不是别个，成长新当之宁人就是我国父母国修成长兄。俺国父其实贪生怕死之徒，苟且偷身之辈，当夜苏州城破，我就该死了。母亲许可，我就该死了。一起颠破，我就该死了。二弟，你等在劫难逃，我一步多生，请愿共啊死。哦，死不得，死不得，死不得！陈长，知地年也好，知命知母年嘛。俺国谋上不高堂，下不日子，你们死得怎么我？就死不得不这个啊，宁顺兄，你我有多时不见了。兄弟身上一晃落在也多年来我等长居乡里，故兄哪里去了？哪里去了？我母多年前，哎，安常你辞了故里，办卷事够方便，寒风清静，心他有言高过荆棘，盼还亲戚怀中无不必须，怀中无不离换中后破，将办案很难，他陪老三做迷。
仙人泰山送礼，怀中何物？怀中不怕。是他，是他！为公一人，震济天下，失节气。好好好，一只当年坟墓。俺小名是技艺优秀，考中殿记20000卷，收录数十亿，远近修身，亲朋旧友多来相助，与我者为孤宁人证天下失节气，为你证济天下失节气，你将天下失节气托付于人力。祝鸿鸿爱传心自洒泪滴滴，宣会联袂提名者21人，加以修问，明日分赏举人部。我这叫冒进士，将名王元柱，华亭张彦之，太仓郭梦令，天堂陆立金，唐府杨子昌，昆山归双孤，武将潘成章，将夫妻人品，敬当世大人先生，万民人之恩，以察其心志，知其见恨。应臣请示，此非一家之言，乃圣明之怒，天下之怒，圣明之怒，天下之怒。何相公，当然问起你心中的恋人，叩之高相公。不，不是他。嘿嘿，好的，何相公心中的恋人叩之高先生啊。不是，不是他。高相公，蒲
相公心中的恋人，叩是你高言否？只是微臣何山有赞，是你们不是长春学问不啊？到底是你不是你？是不是臣？是不是你？是不是不是你？高相公，你我与汉阿桑，你与好朋友，恭喜恭喜，蜜月特在。蜜月特在，奴哪来？这就个个罪。此送明示必诛，判好两位上楼，领领帅帅气得飞过。好汉子，神说些，神说谁有地盼人，夫人照管。贤兄尚在，我负有儿也。公兄，公兄。
人请了。旧臣不责，新朝官。刘大人，刘大人，哦，来了。朝换旧色，禅壁改花亭。刘大人，我家先生就在前边生死之内，有劳潘君前面带路，请。随前行为便，一漂浮一淡安。啊，先生，驾相来人了。哦，家乡来人了，带我出营，带我出营。苦秀，家乡来人了，家婿在此。刘子豪，朝拜先贵，先生失德，失不得，失不得。古秀，古，哎呀，古秀，可有难事？前世秀亭，今朝廷新开博学红日课，广纳贤才。广纳贤才。是啊，先生，海晏河清，朝廷招秀名师。招秀名士，骨胸博学，天下广眠，自家之路名士高，我那名士高，天子之意，请公出山。支持编纂词根先知，亦可大展宏图。可谓士不二世，女不二嫁，送客。啊，古兄，普天之下莫非妄图，天子垂青，你是插翅难逃。不让我逃遁山林，我便做个去大夫送客。罢啊，古兄讲得天子等得正是，朝有喜而去，倘要放心去。
呀，惭愧呀，惭愧！先生是傲世的屈原，我宽慰，怎肯纵那美世的怂恿？这不朽红日枯木，你若前去，我不相拦；你若不去嘛，便怎样？我便相劝。相劝？劝什么？是名士越狱，家门罹难。是宗爷，先生待我许字，我是先生师父，先生高隐山林，学生理当从之。朝廷开阔，你当真不去？学生不去，固然不去，固然不去。你放了陈章怎死？家兄他被千刀万剐，死于清廷。不，他是死于奸淫。不叫天下年少君子，家不应事，举不事官，朝廷必将奸淫横行，遭受失落，枪残不幸，屠戮忠良，吾辈治学济世，岂可袖手旁观？那先生怎不是官？我不是卿，吾为牧民，你今前去身中大冤。先生，快去收拾行囊，即刻启程。是。家事山水迢迢，语言作过，家中消息年逾不闻真公，真公，你怎么离我而去？多受寒窗，放高枕。该拉几处心，谁知有此天涯比，一人归风谁也心中。
后闭目，此毕业三笔钱，结果啊结果，我是今真是你的南下昆山，泪丢朱天。不孝，母女不上有言，静静饮食。饮食，先生，快去！先生，快去！快去！就是百一病先生，此根转来，此根转来。先生，就是不去了，就是不去了。你吃饭饮食，带上慈母，朝夕相随。你要慎之啊，慎之。这是明示告。我那明示告，此乃老夫30年苦心孤诣，30年水不施砖，30年缘素不熟，清真自露，凡夫配山，一字一落，一句一叹，方得这名士高。半身魂梦好地许地卷，慈母中儿一全全一安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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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后宫睡圣秀圣帝心啊，请秀明示，恶无必多，你此番进京，待老夫将
此事告教育清廷，好做参详。安红急抓转紧扰乱山哪去，岂可将丹银流去心事君心传啊。去去，敢是重返相院祭奠师母？非也。见过啊，见过。我与你长久的舍子不远了。那山南海北，唐宋一村，我还要多行几步，多看几眼，多落几笔。真过啊，真过，全下孤楼，你要等着我啊！是。老夫自有立定事相伴，有朝月之相伴，有古今表金蛇计，蛇之路相伴。你听，你听啊，叽叽啾啾。好热闹啊，好热闹啊，夜色无言。
都是破败酒，期待本朝景，可怜一国事空飞有龙心哦。父亲之父先生，你正量万圣，怎么连长范儿都不信你？哎，一个狗戏车队的老了，只能手脚急促，岂能急言有尽吗？你是否是个一个乖的是傲内崩裂，否放口笑否呀口应在。先生先生，你今日起皇犯起相求。老朽与典礼是康熙儿女凑生，心气相对也几十余个，相家子二十余你相知相觉之一生也是个何文之约，我感激精神北极风骨，论人品论胸襟论爱光论才也学，妨碍当今定令说人低儿，否人该称低呀。那先生之以命，石刚一个不识之才，一代学中早已治国，不是你乃出己呀。所以白发我岂能不惧，这是这是什么怎么身为死吧。记载怪异，不念西吗？叫西不面目，恨恨记记了记记恨恨，这位自身西不良的妹子，丁令审问秘密之际，亏中年年在，恰是就是什么？帖子后面，帖子介绍个名字，地旁黄上空堂去龙子杀凤凰，第四幕日何过，泪双落地雪湿。
来双龙，弟兄是何去高迎行山可送金银上云舍吧陈口居于喂小官人你不要命了么老伯真是你唱的什么啊乃是欧江红成名的红果赵氏先锋唱歌词曲，小生心有戚戚。好个忠义之家！萧官人，想那吴成明以大逆之罪凌迟去死，他的诗人们，我是唱不得的哦。唱不得唱不得的听老伯口音不是本地人我啊是昆山人昆山的凹糟面好啊好啊昆山的昆丘妙啊妙啊昆山换一个狗也夫虽是老人家偶啊呀呀呀呀失敬失敬了你是狗老的资深秀生与小生朋友交往没看功劳都还要听您先生你来此何事我来此夷陵小生也为夷陵而来我们同楼并行请拿请拿请把嫂亲迎进进关西迎上军寨日军来一样一红九十九来此一事吩咐方门爷红九路十九路看这八十一丁上村那满朝坟墓安葬谈得好先生多半卷事行万里路抗震尽是精细致用开风气致心气致尽是也是盛世抬举了抬举了说思想先生行事小生赏怀
不佳。哪里不佳？有口麻烦。但是不罢。请一本先生。既不肯侍寝，求为后提法一何？二本先生，既具修明事，求为后将水边的石料新交弟子供我抄，就是之用这个既四海大定，余乃生平三门先生，为后退不退，进不进，名不名，亲不亲，空怀高才，尴尬也是这个。你我行路先生请。乃即是香殿了，把灯举到红红白玉，三滴水碎去。错，糊涂朝无巧明，知己多情难破梦不醒。好莫安向您太奏，扫荡八荒，一代雄志，怎知二百年后竟沦落至此。 No 石川阴阳门心境深险巧，故名雷永道，就是太祖领了。明太祖长眠之所梦，朕要拜谒，朕要拜谒。祖立立一脉偏阳，请你一副红身，要官人满足心也莫心身心巧妇
这里去了？呀，天上有种宽阔似烟，风奔风中不是不风，叫声往哪里找？我那是知己，我那方肯家国谁查？先生，今难得，难得！啊，小官人，你我登高一望，抬挑灯。寒云轻，天空前面见说什么？见说来世身黑夜无是什么？乃是归去，来去虚空，巢穴行行深到年到，归去怎样？狗和喵喵重伤满伤，今只是你也似黑之是今荒草公安西某山一明传276年，清作恐不似他长久也。先生，请可了。是非老夫之语，实乃小官人之所思啊。萧官人到此，假以身死许身帅谈国作，可知国作身帅身死之上，还有那千秋常在。不云苍鬼，哪来千秋？万古不废，桑田沧海，有神反古。有，是什么？是什么？是天下，天下一小官人，千金之反骨，老夫忧患这反天下。何为反骨？何为反天下？改朝一新，以清待命，为之反国，仁义沦丧，人将相胜，为之反天下。顺治之初，清定凶暴，痛叹众生，
呼求他，请他归班寒山寺，必血染红誓天下相霸。康熙啊，康熙之初，名士冤狱，势力凋敝，顶逼着挫过杨贵，哪有这飞黄腾达？也是天下将，他天子也有奸臣子女，故我非分秀二七，朕人心不乱之，举官百官天下丧，天下。萧官人，方才文武门前，你曾发下三问，到老夫退不退，进不进，明不明，清不清？惭愧，金枝先生之计不在进退，今晚请至明天，老夫今已把子全作一大，那八个字天下兴丧，匹夫朕明心，你尚且不知。听水聚散，不问也罢。问问的好。问问的好。萧官人何名啊？我名玄应，玄先生告辞了。玄应，玄应，哎呀呀，这名儿倒有些耳熟哩。书一讲，学说道。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清学开山始祖顾炎武，历史。